欧克平分局大洞派出所获报，有男子身体不舒服，人车停在中专一线0到24公里赏鸟平台，火速赶到现场，发现55岁陈姓男子反复的出现胃部疼痛、呼吸急促、头痛及晕眩等症状，员警立即通报消防队，并拿出备用的氧气瓶提供男子使用缓和一下。同车家属表示，6号一行人来到大雪山游乐中心踏青旅游，下午4点多返家途中，男子开车开到一半就表示身体不舒服，赶紧将车临停路边，多亏员警及时救援，才让他舒缓了很多。但考量山路遥远，会有延误就医的危险，和家属沟通后，由员警协助开车，赶紧下山和119人员会合，接力送往医院治疗。幸好目前男子经过诊断已经没有大碍，让整起意外有惊无险。对此，家属也对警消人员感谢不已。